看起来像几年？好好吃哦。你的小孩已经是成人了，你对我感觉怎么样？既熟悉而又陌生吧。回答不出来，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了解。你虽然短短几天，但是我对他们超乎我想象以外，能够更深的能够了解，善良，有爱心，能团结人。淑菲不错，很会照顾我，一切都很好。但是徐锦江的现实生活他是很糟糕的，我愧疚的，真的走得我头疼死了。冷吗？冷啊！我刚才那边洗完头了。那个准对啊，吐，马上就醒了，马上醒了，而且这样啊，洗脸啊，鼻子收得很紧，哎，好像毛孔完全，好像是这样，准备出发，我可能不行了。早，晚上好呀。有点难受吗？难受啊，我现在就说话都喘了。肯定休息了他，我替他完成使命。OK， 就上车。熄了吗？在车上？熄了。嗯。哪有这么快？放慢一点。这么好身体的我，哇！大餐摆好了 ，Mini Bar， Very good， 牦牛肉来了，牦牛肉，牛肉 ，Galicia 呢是藏语，汉语来讲呢 ，Galicia 呢就代表牦牛肉。嘉哥，你不要欺负我没文化。嗯，没有哦，我没有，哪有欺负你没文化？你看你。你多没文化，就要嘴角都吃。你们可以帮我一个忙？什么忙？可以帮我带个东西给上面我的一个朋友吃。那朋友住在那上面？对。长什么样？胖胖的。然后眼睛大大的，然后门牙大大的，然后个子不高。我吗？嗯、你是讲我吗？他有名字吗？没有，你们自己猜。哎，我的朋友，手把手，在家吗？他不听不清的。啊！啊！啊！都是骗人的，都是童话故事里都是骗人的。不出来呢？哎，那边还有洞。给我一个饼干好吧，你别自己吃了啊！我自己吃一个。土拨鼠在哪里啊？你们，我们现在找土拨鼠，土拨鼠呢？眼睛不好，我们过去好不好？看看这个，这儿有个洞，哎，这里也有洞。
会不会在这儿？没有，我听见。有没有啊？有。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。看到了。哎呀，出来嘛，小可爱。不要太激动。啊，不要。哦，他是吗？他出来了是吧？你不想管吗？哦，不是，原来是个胖子。胖子好，比你胖了。大胖仔，胖仔出来，胖仔。太漂亮了！我也以为是藏族小姑娘来了。所有的爸爸和我们的宝贝们都要展现出我们丹巴男孩那种帅气、英勇、自信。我的飞哥帅不帅？帅！回家，回家。这两天你对我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既熟悉而又陌生吧。长时间不住在一起了是吧？我觉得我跟你都是那种不是很会喜欢说的人，对，把关心放在外面的人。15岁应该是我跟你之间的一道坎吧，一条分界线。15岁之前我们天天在一起，15岁以后，你就跟探亲一样回来一趟。可能这次机会啊，就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。17岁、18岁以后，我就几乎就没再用过家里的钱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这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我出去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回家，我也不知道我能有多少次机会再陪你出来旅游。如果再给我这种机会的话，我可能不会让他走这条路，因为他太累了，压力也太大了，我心疼他。我是一个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他，那我觉得希望用写的会比较让他觉得不会那么的难为情，然后我希望他想要的东西他也可以写在里面告诉我。是因为他然后我才慢慢走向正途，我是因为他我才把以前那种荒唐的人生渐渐的变得越来越好，因为有个奋斗的目标，照顾这个家，然后照顾这个家庭，照顾身边的人。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敖日尊。哦，哇，这么大了！哇，太正点了。今天孩子们都要做午餐。我笑不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把班骨折了。我
们要传一个特别好玩的剧，让老爸们来演。哦，准备好了。我不会演啊。哦，换我们当导演。我有男朋友了。别狗啊！当一天临时老师，管小朋友们吃喝拉撒衣食出行。我传个要害。打不到。场面一发不可收拾。那你水。我怎么找人没找他人讲？鸡怎么弄啊？不知道。来，我来帮你倒。我做饭，你做饭。我想做土豆泥来着，这样更难吃。我叫你们不要那么快啊，我们在等他们做好了那个鸡。给我开嘛。好烦啊。哎呦，这景儿太漂亮了。徐老师可能不会做饭，他几乎都不知道干什么。你看那个家辉哥好轻松啊。你爸爸有点像公司老板李文翰，多细致，还在摘那个毛。小男生喜欢小女生，但我觉得女孩更应该会持点家。爸爸单独旅行，也许这辈子就这一次。别忘了，再忙也要一起旅行啊！芒果 TV 一路成年，8月27日中午12点，温情上线。